来看较轻松的新闻，百货公司有真侪周年庆，最近有真侪这个周年庆品就摆在你手上面。卖上好的除了讲化妆品、高端的家庭用品以外，让人想袂到讲有百货公司卖上好的物件是啥物？是豆油，直直六天卖七千几罐。民众真够靠住住，中昼十一点一个到，大家拢抢去台北的百货公司，因为一年一摆周年庆来了，大家拢准备好要甲心爱物件买上去。我的储存会比较大。美妆品牌头前摆个热热灯，除了开大钱买化妆品，买上个几台单的化面品，粉底液啊，或者是因为折扣蛮多的，那赠品比较多，可能优惠组合比较多这样。蛮多人，真侪查囡仔上阵化妆品介绍给有折扣，可以送礼物，一定拢会买化妆品的组合。不过根据统计，首购今年十二天的周年庆，卖了上抢手的是豆油，六天就卖七千一百罐，达罐二十一点三公分，强强买会当贴三折一空一折呢。新光三月特别店周年庆结束，排行榜前两名拢是化妆品，虽然佫有家用商品廿零以下，去登记含珠宝表啊，啊那金针、迪士尼联名化妆品真是行，旅游用的卡棒嘛袂甲下下叫。是化妆品，还有一些贴身衣物，还可以吧，算划算，对。周年庆排队，大家可拜公司可几啊人，民众对开钱拢兴趣起。美容工厂业绩估计超得五十亿，比去年加两成。台北一块业绩也比去年增加三成。收购百货一间业绩得正看十三亿。今年除了化妆品、豆油和家用品拢变作是时件商品，嘛正作是百货界特殊机制。